教你如何合理规避美国税务。一、选择收入较低、资产较少的一方作为绿卡申请人。绿卡申请人最好是选择收入低、财产少的配偶进行申请，那样另一方在美国境外的资产就不用面对海外所得的征税问题。当丈夫的个人收入较高时，以妻子的身份申请绿卡，可避免以丈夫名义申请时所面临的巨额收入可能需要缴纳美国所得税等问题，可以减少税款的支出。二、申请返美证在海外工作。美国税法规定，持有美国绿卡的居民每年在海外居留逾330天以上，可享有豁免海外劳务所得税的待遇。因此，很多人在获得美国签证后，通过申请返美证可以合法留在其他国家工作。三、在移民前将海外资产提前变现。移民之前把增值的利润变现为资产，这样就避免了在美国交税。如果部分资产不能变卖，则可先赠与别人，非美国人。在移民后有需求时，再让非美国人把资产回赠，因为非美国人赠与美国人的资产是不需要缴纳税款。四、注销不必要的银行账户和金融账户。如果绿卡持有人拥有海外银行账户和金融资产，这些在美国都是需要每年向有关部门进行申报的，因此建议在移民美国之前务必对自己的海外银行以及金融资产进行统计整理，关闭不必要的金融账户，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五、使用境外保险信托、离岸家族信托。在全家持有美国绿卡成为美国税务居民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境外保险信托、离岸家族信托，以及最大化的利用终身免税额度进行财富规划。